有离联合附近啊？啊，在 Montreal 那边吃。哦，所以你们要你他有给你们条件，说你们要帮他宣传吗？我们是会帮他宣传哦。如果你看讯发的 Instagram， 他是会有帮他们宣传这些。我们现在才开始慢慢帮他们宣传哦。之前我有问过孟可彪讲，如果自由人如果要拿到赞助商，就是你们本身啊，需要一些那种社交媒体的账户啊，需要活跃，然后你们要吸引多粉丝啊，这样会帮助你们更容易找自由找赞助费。所以你们需要现在需要在也要花一点时间在社交媒体上，花点时间做什么？就是在那种 FB 啊，大概能够多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会比较 active 在那种方式哦，因为我们怎样都赞助商啊帮我们，我们也会要帮他们啊，就是帮他们打广告啊，还是这样之类的，这个是一定要的啦。所以在那边就那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吃时间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要 edit video 啊，要拍，要 FB， 要 post， 要想要写些什么东西。也是很吃时间的，其实。